为什么不打扮？因为没有时间。偶尔，可能一年当中会有一两次，就是一个兴致，想说啊，有点更早起了，先来化个妆啊，好，然后就开始又忙乱刚刚那一圈完之后就花了。有孩子之后就比较没有在打扮了。喝奶，然后喝奶完之后怎么样？大便了就要处理大便。他没有打扮过啊，只要稍微打扮一下，我觉得就那个我心中那个梦幻女神就回来了。你想要看我吗？大变身吗？嗯，好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丫头。Hello， 我是发型师 Tony。我们今天要来改造这位妈妈，我们要把全职妈变全智贤。全智贤，因为韩星他们的妆其实都很透，然后就感觉好像没有化什么，但其实动了很多手脚。那我今天呢会帮你画，就是甜美，让你老公看了会有初恋的感觉。我要让你的头发变得比较蓬松，比较光滑，然后还有比较无重力感的大波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眉毛部分呢，我就用这个眉胶粉。唇彩的部分呢，我使用的是这个唇釉，它的包装非常的可爱，很适合今天的少女心的感觉。有上唇彩，气色就会马上变好了。你有很期待？非常期待。好了，那我现在要先开布幕了。好，要先开喽。好，等一下。哒啦！如何？美吗？比我想象中的好，因为讲甜美的时候，本来很担心是那种就是太可爱，对对对对，很有点幼稚那种。这 OK， 还蛮美的，对不对？可以。不管是妆或是头发部分啊，都是希望可以有妈妈，就是那种新手女的妩媚的那一种味道，不会到太过甜美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可以，你们可以不要离开我，每天早上八点到我们家，好，跟你回家，非常好。去找妈妈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妈妈在哪里，好不好？妈妈嘞？妈妈在哪里？妈妈在哪里？找不到。妈妈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这个画面让我有点哀伤哎。我是他觉得他妈变一个人了，他小小的心灵受到了创伤。是我啊。漂亮！哇！